好，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那我们继续呢，我们的清净道论的部分。那我们清净道论呢，还记得就是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一点点目次啊，先知道我们目前是处于哪里。那我们其实是在杂论的部分。那杂论里呢，我们是在佛命天境界的成就。那他这边呢是以性净念定慧哈，这个用精进哈来去诠释啊。那我们上次呢有提到就是，Abhiro Vihara 哈，所以呢就是说呢，我们呢就是有谈到就是语言上的暗示哈，来达到一些目的，避免就是戒律上的一些违犯这样子。那我们上次其实对住处呢是有做过暗示的啊，那我还记得雪宝呢有把它分享啊，在与那个 Facebook 那一边这样子了，好，那接着下来呢就是去到医药的部分啊，请徐明带大家读一读对于医药方面啊。对于医药方面，一切事项等也是适合的。然而，取得的药品制定权利之后，是否仍可服用？据律师说，这是如来许可的，故可以用。经师说，虽不犯罪，但扰乱活命，断言不可以用。虽为世尊所允许，但他也做事像暗示及迂回之说等的表示，留与少欲之德等，纵有生命之危，欲仅受用得治事项等以外的资具，这种人称为最严肃的生活者，如舍利弗长老。好，然后呢，接下来这一段呢，有请 Elaine 带大家读一读哈。据说，一次舍利弗和大目犍连长老同住在一个森林中，偏远疾行。有一天，他突然腹痛，非常剧烈。晚上，大目犍连长者来访，见尊者卧病，探得根源之后，问道：“道友，你以前是怎样自愈的？”答道。我在家时，母亲用粗蜜、砂糖等混合纯粹的乳粥给我吃便好。道友，如果你或我有福的话，明天可能获得此粥的。此时，一位寄居于心行处未端的树上的天神，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想到。明天我暂时惊蛰获得此粥，他即刻跑到长老的坛内，进入他的长子身内，直起病痛，对那些集合的家人说这治疗的方法，故意长子身内的天神而托他的口说的，如果明天你们准备某种乳粥供养长老，我将离去你的长子之身。他们说，纵使你不说，我们也是常常供养长老的。第二天，他们已准备好粥，大目犍连长者早餐去对舍利弗长老说：“道友，你在这里等着，直至我去时回来。”当他进入村落时，那家人看到了，立刻向前接过长老的钵，盛满如前所说的乳粥供养他。长老却表示要走了，可是他们要求长老在那里吃了，然后再装满一钵给他带回去供养舍利弗长老。他回来后，把粥授给舍利弗，说：“道友，请试粥吧。”长老看了说：“很如意的粥，但不知你怎样获得的。
定他思维之后而知此咒的来于说，道云目犍连，哪去吧，我复应受用此咒。目犍连长老并没有想他进不吃像我这样的人替他拿来的粥，听了他的话，即刻拿着钵到边缘把粥倒在一旁。当粥倒在地上时，长老的病也好了。以后45年亦未再生此病。于是他对目犍连说，道友，纵使把我的肠骨痛处肚子来在地上跳动，也不应该是那种以我的语言所表示而得来的粥，并喜悦此颂。我若吃了以我的语言表示所得来的蜜粥，便是污蔑了我的活命界。纵使我的脏腑尽处于肚外，宁舍生生命也不破活命界。除邪求，我的心多么自在，我绝不作为我呵气的邪求。石芒果、烟罗果的基婆罗尊佛住者大提须长老的故事，亦可在这里说。总而言之，由性出家的聪慧的行者，握起邪执之心，保持活命的清净。好，来，我们先画点重点啊。好，同学，现在就马上要大家做一件事情。第一呢，这个四个白话文的典故，请你大家重复读一遍。第一就是呢，一个层次就是先让他理解先，理解完了过后呢，到了第二个层次呢，大家理解之后，我们就看看这个里面的内容啊，哈。第一个所谓呢，就是所讲的这里的知具一子界哈，我们在这写呢，这里是知具一子我命天境界哈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来，请大家先自己先读一读。那你读好了，你觉得了解了，请表态哈。
录好，两个同学可以先请表态了。徐明好了。李林好了。OK， 好。好了，各位同学，请思考，为什么穆建联要把那个州，也是舍利弗吧，那显得，舍利弗会变得病痛，晚上，是舍利弗，为什么舍利弗拒绝要吃那个州呢？要思考什么原因啊？想法了的也可以先表态了啊，他的理由。前面想好了。OK。连好了。OK。OK。好，好了。荣欢至少读完了，对不对？读完好，好来，一令你先说明一下，这个故事大纲好不好啊？啊，故事的大纲嘛，是吗？对。我刚刚读完，现在要故事大纲。OK 啊，他就是大纲就是舍利弗他腹痛，然后他就当。穆建联长者来探访的时候，他就有问到，如果之前的时候你发生腹痛的时候是怎样治疗，然后舍利弗就会讲，是他妈妈会用粟米砂糖
等的卤粥来给他吃，他就会好了。所以这句话有给树上的天神听到了，所以树上的天神就跑进了，可能一个有钱的人的长子身内，然后就让他一样有不同，然后就跟他们想要要供养某某那个卤粥给长老，过后他才会离开那个长子的身体。然后过后就木建连去破破的时候就有拿到那个粥，然后就回去有要给舍利佛吃。然后当舍利佛问木建连怎么拿到那个粥的时候，木建连就跟舍利弗说，其实他是应该，不是吧？倒有木建连，就是当舍利弗去思考过后，他就知道说他不应该拿不应该受用此咒。就倒在地上过后，舍利弗的病就好了，然后从此他就不再生，就不再肚子痛。OK， 好，不是没什么大问题哈。来，徐明，你说明一下，为什么他要把粥倒掉？因为他一定会很好奇，怎么会这么巧？我肚子痛，昨天才想出什么药可以治这个肚子痛，今天就。一去，然后那个气手就来了一碗一模一样的粥，所以他会觉得这粥一定是有人听到他讲的话，然后去特别去做出来要供养他的，所以就变成好像是他就出于舍利弗自己本身的一种要求，虽然不是直接，可是是间接性被听到的。OK， 基本上有讲到重点了，是不是讲？师父也是很关注这个点，雪宝呢？有看到什么跟徐明不太一样的吗？他主要是觉得他当就是他用腰痛得到的，所以他选择不要去犯这一条戒，而选择不去吃。什么样子犯这条戒呢？你看到？就他觉得说因为这是他要求的。然后红街那边是有讲到，其实不应该去要求要什么东西，不能只做。他应该没有要求啊，他是被偷听的，你留意一下啊。现在他关键就在于啊，如果舍利弗开口啊，或者说他知道天人在啊，他在开口跟天人讲，或者他看到天人，但他当神暗示给天人，一定当别人。根本都天人玩，根本不知道天人在听到同频道，而他也没有指使天人呢。你一看，是不是？你关键点就在这边了啊！是，所以你看到薛宝当你觉得舍利弗是故意或者是暗示啊，他是构成有违反到这个佛明天境的啊，但是他没有，对不对？显然没有哦。依琳，那你什么看法？师父的问题是什么啊？我的问题就是啊，为什么他把它倒掉啊，又构成我命骗境违犯呢？刚才学宝是说，对我来讲是因为他觉得，就是因为木建连其实应该是很聪明的嘛，所以如果昨天他讲了这句话，今天就突然间会出现。他的思考就会是应该会有人听到，然后故意为我准备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他多多少少还是变成一种邪求了，就是一个要求 that 可能他不是 directly 发生吧，还是 indirectly 发生 then 送到他面前给他吃的。应该是舍利弗，他这个思维应该有牵涉到用神通的啦，不是只是单纯思考吧。一个关键就是这样，你们不觉得这边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啊，你看他由头到尾啊，我说了，他没有跟天人讲，他没有要求天人，他也不知道天人，他只是说出来，告诉木建连，但是呢，别人都听到，
prepare 给他，他都不要。你们觉得这边会不会有点问题存在？对呀、啊，当我们讲五戒的违犯呢、啊，一定是牵涉到就是你是故意的，一定牵涉到你故意的，然后你精神健全的，你就有目的性存在啊。现在由头到尾啊，他都没有目的性啊，有没有发现到？所以学明其实有挑到一个重点说啊，学明说他、啊、其实是根本是很边界的，根本是很边界的，对不对先？啊，所以我会觉得啊，这里边他的那个母文啊，好，我是觉得如果你本身呢、啊，你都不是刻意的话，哈，应该不构成才对的。所以我是觉得是有点奇怪的地方，对不对先？你留意看，一说到尾他都没有那个刻意啊、故意啊，他根本都没有那个意念存在嘛，啊，有点像你完全没有那个意念要杀那个人呢、啊，那个人死掉了这样哈、啊，他与你其实有何相干？当然呢，这个间接的过程里面你是有 involved 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个案呢可以稍微做点保留啊。什么缘故啊？完全一个没有意念的人呐、啊，他都必须要这样子去，这样子来做哈，把它倒掉这样子。如果是说啊，他不去思维，他不用神通去看呐、啊、哈，那么那个东西哎就出现了这样子的话哈，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呢？你懂我的意思吗，李玲？我懂，可是后面他有提到讲说他不会接受他由他语言所表示所得到的那种，所以我可能他就是觉得说，虽然他没有直接向师傅说的是他没有直接去要求，他也不知道天神听到，I mean, 当下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知道了，可能观察的时候他知道，所以可能他就是觉得说即使这样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的这个发展，他也不要让他有那个啊，好像种子的发生那一种。那可能我也觉得他有想到，如果他这一次接受了，然后别人，因为他可能也是十大弟子之一吧，然后就别人会以他的这一个行为，然后继续做下去，然后可能虽然。啊，可能他的弟子们没有全部有神通吧。如果你讲十次，有一次别人听到，你也是得到了嘛。啊，我知道你尝试去合理化它，对。不过当然呢，我是觉得，即使我们如果是你这个合理化没有的话，哈，会觉得就是其实可以接受的。嗯，如果你后面的合理化没的话，对不对？你就知道嘛，哈。虽然说我们不原点了，但是它逻辑有问题，我们应该跳得起来才对的。啊，所以心明其实是有看到他的疑点在，我是觉得就是后面的一个假设是已经假设上去让他合理了。如果假设这个美的话，你是完全无意的，你也不去想的，那么他就来的，人家好意把它促成这样。不过我倒觉得一个那个疑点就是，如果他真的用神通，那么那个人进去长老的那个身体里边啊，好啊，他进去他身体里边。用到这样的威胁性，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点。那他拒绝是因为这个点的话比较合理了，对不对，学妹？啊，因为这个手段已经有点威胁性了。但是后来他想要讲不好这样、啊，因为觉得他欣赏那长子之身，然后又让那个长子这样痛苦，好像让大家最后是要很害怕那些天人这样，然后被地去供。啊，对，他所以他是有威胁性。觉得是只有这一个是比较疑点的地方，可是我们发现原来啊，即使他们不这样子威胁啊，哈，他们也是打算这样供养的啊。而这些天人呢，一个可能一个状况就是他可能是了，其实他可以用托梦的方式的，嗯，如果他是托梦啊，哈，不造成威胁性哈、啊，我是觉得就根本都不构成任何问题。所以整个 storyline 里面，我觉得啊，比较有问题是有威胁性这个方。地舍利弗那边呢，完全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我觉得，啊，对不对？是不是？师傅，那有没有可能是舍利弗认为是穆建莲去帮他要求的呢？啊，不是不是，他都讲他用思维嘛，他应该那边有牵涉到用神通了的了。啊，如果是说、啊、他要求这样，也是不行了的了。啊，他要求穆建莲这样，不过他整个故事前后文呢、啊，不
大象是这样子的发展，就是他们的要求也不大像。其实啊，即使是穆建联帮的要求啊，也不是问题的。但是你的要求也不是问题，但是呢，如果是他暗示穆建联呢、啊、帮他要求了、啊，这就构成一个问题这样的。那么，所以他的动机里面呢，才是最危险、最关键的。我们不妨保留一下这个个案，看看他后面呢、啊，哈、哦。还是他的译文有问题，我还没有去查证他啊。不过我一读就觉得，哎，他的逻辑性是有问题的。OK， 我有一个想法。好，讲听听看。之前我们去培训那个当南传法师的进人的时候啊，就好像如果我去找一个跟一个南传法师说，哎，我愿意当他的进人，其实那个南传的法师是可以给我提要求的，只不过我可以看。法师提的要求我能不能解决，那如果我达不到的话，所以那个就是可以提要求的是吗？啊，只有进人才可以了。啊，因为进人呢，他是所谓进人的定义啊，他这个进啊，其实英文是 allowable， 进人呢是 make things allowable， 所以变到啊，一个因为他戒律上是这样的，这戒律讲不能够拿金钱 ，OK， 啊，这个很早两。千年前的定义，那么到了 commentary 啊，已经发展到完全没钱不行的，改变到一个方式折中，就是找一个定人。那么呢，定人呢来解决戒律上的矛盾，生活戒律跟生活上的矛盾。所以变到我可以跟定人解决要求啊，我需要台电脑这样子，我可以跟他解决要求。那么那个定人他说，哦，是你的资金不够，啊、就不需要了。他说哦，你的积蓄够啊，他就买给他这样子了。所以呢，其实这些你所学的这些都是 commentary 的东西。早期的律典你有记载这些的 commentary 会出现这个方式，就是要解决生活跟戒律之间的矛盾这样子了。哦，而我们开放派就干脆就用这方法，我们直接就后钱这样子了，了解吗？啊，是。所以啊，真的是，哎呀，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花了蛮长时间来做抉择的啊，戒律上的东西。好，好，那这样学明可以了解了吗？哦，可以。嗯 ，OK， 那我们就稍微做点保留了。好，那或许后面有一些更好的答案也不一定的。好，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就继续往后面延伸读。好，啊，所以呢，是不是画到重点了？好，他这边讲。莫起邪求之心，保持国命清净啊！邪求之心，这个我是觉得他根本都没有求到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我挑起这个个案的一个疑点这样了。啊，接下来我们就看知地弟子界的成就，请就是雪宝读一读了哈。知地弟子界的成就，如国命天境界由清净而成就。知具依止界，当依智慧而成就。因为有慧者，能借知具的过失与功德，故说由慧成就。是故舍离知具的贪求，依正当的方法而获得的知具，唯有以慧如法观察而受用，方得成就此境。这里有获得自具时及受用时的两种观察，当受用衣服等的时候，依戒差别想或依厌想的观察，然后用之则无过。在受用时亦然，亦受用中合论有四种用法，即道受用、戒受用、次受用及主受用。啊，请继续哈。若破戒之人，居然于生众中作而受用者，名为道受用。二，具戒者，若不观察而受用，则名戒受用。是故每次受用衣服时，须作观察；每食一口饭时，亦得观察。如在受用时未及观察，则于食前、午后、食后。午后、初夜、中夜、后夜当作之，如至黎明尚无观察，便于戒，便犯于戒受用。在每次受用床坐时，亦当观察，
在受用医药时，则具足念缘即可。纵使于临起时夜已作念，若受用，若于受用时不作念，亦属于违犯。然于临起时虽未作念，若于受用时作念，则不犯。嗯，好嘞，可以先暂停，看一下文件。好嘞，接下来请罗欢读一读哦，有四种清净法。有四种清净法，即说四净、利离净、变求净及观察净。此中说四净为别解脱利离界，因为由佛的所说四而清净，故名说四净。利离净为根利离界，因为由于我不再如是做的决心而利于清净，故名利于界。变求净为佛命变境界，彼以正当的方法而获得之际，能舍于邪求的变求清净，故名变求界。观察清净为机智依止界，因为以前数之法观察而得清净，故名观察境。如果他们在收受时未作念，而在应用时作念，亦不违犯。嗯 ，OK， 好，我们先消化一下这几篇文啊。
欢迎美玲、静红加入，阿弥陀佛。美玲有听到吗？欢迎你的听加入哈。学得好了吗？学宝好了，王欢好了，清明好了，雨莲好了。啊，学宝换了电脑之后呢，音质好了很多了啊。雨莲的麦克风是没有出现的啊。美玲，你没有 activate 到你的麦，你知道吗？啊，有了 activate。啊，有声音。啊 ，OK， 是，刚刚你没有 activate 到你的麦，欢迎加入。不好，现在没有啊，美玲。啊，好。OK，very good， 是 OK。好，来，我们先做点说明啊，好啊。这边呢，其实有一些是牵涉到比丘戒律上的一些。内容都没问题，你们了解，对你们也是有些帮助的。好，知记以止戒的成就啊，知记以止呢，同学记得就是知记是指意识诸要。那么呢，当我们呢以智慧成就呢，是原因是因为要看得到这个知记的过失和功德。那么呢，他说你需要用慧的观察哈，才可以成就这个戒。他这里提到，当收取之具哦，他举个例子，衣服要以戒的差别，以印象的观察来受用就没有过失了啊。一戒的差别就观想呢，它是由地水火风组合成，那以印象的观察就是观察它的过患。为什么要做这样观想呢？同学知道吗？才不会爱着他。对，学宝猜对了哈，这就是为了避免爱着哈。因为呢，通常一个东西新的呢哈，我看这个可能你们也管用哈，那就是个衣服不漂亮啊哈。那么当它漂亮的衣服里面呢，你就会它的那个净妙相就会产生。不过这个呢是也有点因人而异了哈。啊，有些人对衣服的确是相当有感觉的，尤其是。当他穿在身上啊，和不断的照镜的话，啊，这些人呢，如果他有心要更加修行，可能还要多用这个方式来做对治了。你们这边全部都是女中的金红，有谁对衣服比较特别有感情的吗？举手一下，表态一下。好，见太弱，看不到你们的样子哈。有没有啊？有谁对衣服特别爱着的吗？有吗？比较喜欢打扮的有吗？希望我看不到他们呢。他们有人举手吗？没有。啊，你那边看着完全不人的样子，对不对？也是要跳来跳去哦。啊，跳来跳去，线路不完全稳定了啊。好来，这边有提到就是呢，在受用的时候有四种用法，一个是盗用受。盗用受是指破戒的人呢，是在身中做受用，叫盗用受。这个盗用受其实，如果你们留意啊，不管是北传的经论都好，都有用到叫做贼住。啊，也称为贼珠了，同学。贼珠意思是讲呢，就是你不是自家中，但是你混成自家人，然后享有自家人的福利，尤其是一些重要的福利，它的业是蛮相当的重的哈。什么缘故呢？原因是因为啊，我们的观念呢，自家中我们有一种生传的，是十方生的观念。你们看啊，
他比方说有个信徒啊，他捐赠给一个寺庙，说哦，我这包米啊是要捐给所有的比方说，可以有一天他拿两粒苹果，拿十粒苹果来说，哦，我这边十粒苹果呢是要捐给就是上座的比丘啊。那么十粒苹果呢，通常我们会分戒腊最大的前十位把它分掉。是依据他们你们信众的要求。那如果你们信众要求说，我十粒苹果要分给所有的比丘啊，那这个国王就要动脑筋。如果是说在缅甸、泰国啊，他有20-30位哦，他想以实力如何分好呢？可能70岁他或者打成字，每人一杯，这样的话就符合到你们的要求。那同样的，如果是那边的比丘已经发了500个以上哦，300-800个了，你依然是实力苹果的话呢，那如何分呢？他可能就想到哦，那个饭呢，大家有知道，我就做苹果饭吧，全部丢进苹果饭里面去，那就每个人知道，也符合你们的定义。那同样的，如果是说这十粒苹果啊，不妨的那个师傅觉得哎不大适合嘞，我想把他这十粒苹果送掉他家，那他送出去呢，他基本上是需要开会的，那开会呢，他要为了这个苹果是讲。给所有的出家人，那么他必须要在所有的出家人在复习的时候呢，他就问大家啊，我要把这十粒苹果挖出去，反对的人请表态，问三次。那么如果没有人反对啊，他就拿出去做他的方式来处理了。所以一般上啊，如果身中不太多的话呢，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全部出席呢，通常叩头时呢，不要把东西往外送出去。需要进行一个这样子的会议，或者我们专门术语叫做结盟。所以呢，当这东西commit了是属于所有的人的时候呢，它就属于所有的人。不过如果你不是自家众，你混进来的时候呢，本来这个东西是属于所有自家众的 qualify， 而你却不是自家众，不过你吃了这个东西，你用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你欠呢是欠所有的自家众的啊。如果这个出家众数量非常大的话，我们的意就会非常的重了。所以一般上我们讲啊，这个贼度啊，因为很重，原因是因为你亏欠了很多的人。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确认知道，如果你当公务员的话哦，那么那些财产、财务东西是属于所有的人民的话，那么如果你亏空到啊，那么到时候啊，你真的一辈子做牛做马来还都还不清。啊，所以呢，偷盗啊，一般上在佛教里面都认为因果上啊，可能呢，古代啊都会通过做牛做马的方式来归还，所以一般上偷盗的东西呢，都要非常的慎重。啊，原因就在这里了，就是给您摆着的嘛。啊，他的观念呢，就是牵涉到啊，这个东西在拥有的人对象是越大越广的话呢，那么过后啊，你盗用了之后，你欠的就是欠差不多的人。啊，所以不是开玩笑，因此就是这个缘故，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呢、啊，永远没有办法储蓄到钱的，永远都是破财的。啊，这些人呢也很有可能是，或者是这偷盗的缘故啊，让他永远都没有办法给储蓄得到，因为他都不断的还了。啊，有些人是很奥妙的，出现的情况这样子。啊，我突然想到个个案，你们有看报纸？不知道刘德华摔伤进医院，有看到这个新闻吗？有看到。有看到，你知道吗？他有个细节是很突兀的，就是那个他在拍广告啊，骑那个马，不然那个马发狂，那个马就踩到他的脊椎。有没有进一步消息说他好小儿科还是蛮严重嘛？因为是脊椎呀。你们有没有看到最新的消息？在香港医院治疗啊，没有听，不知道他严重不严重，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没有听，走过看到过。你留意看啊，我觉得那个马突然发狂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来的，你留意看，这些都是保险没办法保的，而我们这是佛法的立场啊，我们也会在业的部分去做构思的，怎么那个马会无端端这样发狂？如果他真的是出事蛮严重的话，我
不过还好哦，像刘德华是佛教徒，那么呢，他应该会在这个细节里面呢，或者他身边的佛友会在这个细节里面呢，给一些说明的，让他可以接受。因为这种啊，马突然发光，踩到他的腰椎，如果是踩到断或者伤得很厉害呀、啊，哇，真的是，真的是他需要有一个说明才可以当心，不然多数人是不敢听的。啊，同样的，偷盗的部分，为什么一些人永远没办法去得到？又不可能过去是有偷盗，所以钱来了都是走掉，来了都走掉，啊，有这个可能性的了。那我听说呢，我们有个佛友告诉我们说啊，那又叶辉他讲，因为在迪拜那边做工，他在迪拜那边他说啊，他去看过他们金店，那个的金店是永远是不需要关门的，啊，他的金就这样子吊着开着，你们知道是什么缘故吗？是不是他们都偷盗去吃的很好啊？可能抓到被罚很严吧。难受啊！啊，他的情况是这样。不过在缅甸不同，上次有看过短片哦。缅甸呢是在可以在大陆那边保生意，那金店也不也是不需要防范，那边就不同。那边就是因为佛教思想的缘故啊，所以呢两者差得蛮远，一个是因为执法严厉，那么当然那边的人也应该也富有了哦，没有贫穷，没有必要去办案。那另外一个国家呢，虽然都很穷，但是他们都用了纸钱命，他们可以满足，也更相信业力的关系啊。你们觉得那个比较好啊？用严厉的法规造成的后果，还是通过思想上的一个教育比较好啊？两个都要有。两个都要有啊！缅甸可以这样，当然呢，不需要严厉的法的话呢，就表示这边那边的人呢，思想上是相当不错了。单单靠这一个了，这其实是很难得、很少有的。现在它开放，可能没有好景。未必可以长持下去了，因为物欲的诱惑啊，它会那么多人可能加人地嘛。那么立法呢，其实是这个方法是用在算是比较钝工的啊，上天不是那么好才说用严厉的法规的。嗯，不过当然大家吃得饱穿得暖，也没有必要偷盗啊，这个就是也是需要个人跟政府一起合力啊，来达到那个效果了。好，来，接下来我们就再看啊。所以呢，这个呢，刚刚学宝有提到说，哎，两个都要有啊，其实也跟一个观念有关的。这是什么观念呢？啊，就是涂善不足以为政呢，涂法不足以自省。涂善呢，啊，不足以为政。图法哈，徐明啊，图啊哈，图是只有啊，是地图的图还是师徒的图啊？单独的图。啊，那个图啊？单独的图。不，图，是应该图记的图还是这个图对呀、啊，徐明？我不知道哎。哦。你就这样的成语了，不算不足以为政哈，你只是谈好心罢了，你有办法达到管理的目的啊，但是你只是有啊那个法规罢了哈，它不足以自行，它就不自动自发了。因为我听说有一些国家的法律很严的哈，啊，被丢了色，罚的很严，但是他们离开他们国家之后，他们还是丢了色的，因为他。不丢的是，是因为被抓的关系，而不是因为他觉得要环保啊，这就关键了。还有我们多数人绑安全带啊，都是为了怕警察看到，而不是为了安全，所以这个是观念有问题的。我查一下哈，顺便读一下中文啊，这里没有人中文可以指正了哈，哎，我看一下先了。涂善不足以为政，涂法不足以不能以自省。啊，前面你有去查来的吗？是吗？是啊，
应该是那个什么，不懂怎样讲，反正一个走。啊，土地的土了，不是那个地图的图 ，sorry 哈，我这个图是只有的意思罢了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同学都 OK 了吗 ？Sorry 啊，会不会开过头？好了，好，嗯，好，接下来我们看啊，第二个就是不观察受用啊，它的就是呢，它需要观察了，观察什么呢？观察就是受用这四字句呢，是为了饭是就是食物是为了吃饱，但不是腰。那么衣服是为了保暖的，观察是指这个了。那每次运用四字句的观察呢，受用四字句是为了要解脱，而不是为了要让身体肥美好看呢、啊，或者是让自己更加什么就是加打扮的更好看这样。所以这个是需要做观察了。跟他讲啊，你拿的时候不观察。用的时候又不多管你居然拿的时候有这样想，用的时候没有这样想，是属于违犯的，这样子了。那这个观察的部分呢，就又要回到去菩萨戒了，对居士来讲了。那菩萨如果是为了度众生啊，像你们呢，那打扮漂亮，目的是为了度众生，在菩萨戒是可以允许了啊。那对于你们如果不是修解脱法的话呢？也不用严到这样的程度了哈，这样他会严不脱哈，你的家人会觉得你怪怪的啊，所以希望你们在家的时候还是正常一点哈，不过心理上你可以有原则哈，但是吃喝玩乐啊，还是要跟大家买对，因为呢，我们一般上如果不修行的人呢、啊，不谈吃喝玩乐，我也不有什么好谈的，对不对？然后呢，人家讲没两句，你说哎呀，这个东西都是外表的，哎呀，这个东西要看破，那你没有跟别人谈的，所以我还是觉得你们正常一点，有一些享乐没有问题，但是在禅修的时候你要可以投入就对了，然后过后禅修的时候没有染着就行，那平时呢还是可以，可以稍微放松一些没有关系，好，同学记得，那你可以当着呢就是呢。什么啊？你就给当作是菩萨哈，打扮好来，那希望给别人好的印象。那么以后你随时要度人学佛的时候，肯定是比较理想的，可以理解吗？好啊，一样的是啊，你都你如果你吃喝玩乐方面你都可以啊，用的比较好的哈、那么你的生活品质好啊，那么你对别人做法的话，第一你的对象可能也是吃喝玩乐品质好的。第二呢，人家会心里想哇，你很成功，那么你讲什么他才很愿意听。你吃完了品质都那么差劲的，这样的话你讲佛法，人家心里想你都过得不是比我很好吗？你看这边都过不好，所以你要少一知足，怎么可以另当别论呢？对不对？OK， 看看静开什么玩笑了，我都没有看清楚啊。买衣服是要在别弄观想，应该对呀。其实在决定中观想也是正确的是正确的金红，这么你样子还不要出现，今天是像人还是像鬼啊喂如果你今天是觉得像人的话，请你亮一亮相吧因为我们有录制这个呢就是属于观察的境界了，戒指好，过后呢有四种清净法第一这个就是佛所说的，我讲的别解脱利益，你有根据的话呢，就是因为佛说，所以是清净没问题。第二呢，根利益啊为利益净啊，是根利益的话呢，是因为我不再如是做利益因为跟利益利益净主要是跟我们的根本有关，在根本里面呢，你有下定决心，你就不容易升起爱佛了。那么这个片求佛命呢，是正当的方法获得知具了，舍去邪求，看到吗？正当方法没有一个邪求，没有说刻意的一个要求，而是在错过的时候自己拿来的，这样子的所
所以就是所谓的邪求，舍弃邪求。不过这个舍弃邪求呢，其实呢也跟就是说拓钵的时候呢，你到什么吃什么也是有些蛮密切的关系啊，因为你没有邪求给到什么就吃啊。不过呢就是现在站在健康的立场呢，其实也不可以完全这样子做了了。现在其实因为啊南传有吃肉，我就听说啊他们呢做到的食物也没有完全等到吃了，因为尤其是他已经到了50-60岁有痛风的时候，通常也要求厨房青菜了啊，因为这是跟治病有关，情况也不大一样了啊。所以呢如果是因为这种医药的关系啊，他是可以多些开源这样子了啊。因为南传法师我遇到的确是有这样子的状况，那有一些因为过午呢可以喝气喝甜的东西，也喝到得了糖尿病有这样的情形了啊，所以他们其实也有一些改革派是倡导啊，就是看不到太阳之后不要吃，而不是过午不食，因为有一些年纪太小之类呀 这样，或者是就是讲的这种问题了，在太阳之前吃一个比较不是很正式的正餐，不好过就是这样子拼命喝汽水呀 或者是说选择这些健康的食物不好过，我们戒律，但是问题就是带来健康的一个方法问题这样。但是他传统保守的戒律的呢，他认为因为每个都是佛说不敢违反的啊，因为传统保守是这么认定的啊。那伊斯兰他们呢回教徒也是这样的情况啊，保守会认为每一个字都是阿拉所讲的，他们不管到底啊有没有人的错误，他们不愿意相信人的错误，所以不跟就是有罪跟才对啊。比较极端的也会这样诠释啊，跟原始佛教啊也是蛮有雷同的这样子啊。所以呢如果是你们遇到这种这样子一定要每个字完全跟到完啊这样的人呢，你们可能也不用跟他谈太多啊，也不起太多什么的这样。你们身边这种人多吗？有谁的身边有这种人，他是非常一板一眼的，完全没有变通的余地的，有吗？你们身边的人多吗？有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吗？都没答的，都没啊。老人家哦，你这边有啊？老人家啊，老人家了啊，是了，这里也想办法了。而且他没这通常是很难讲是性格来的啦，谢谢。那就同学你们给变通，我觉得是好事了。好，过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呢哈，收取时候做思念去观察，经有做观察啊。接下来我们就看就是呢既有学的子去受用。静红你可以读吗？你应该吃饱了晚餐了对不对啊？哎，静红有没有反应啊？抱歉这里环境嘈杂不方便。好 OK， 那就请梅林读一读了哈，既有学的子去受用啊。听到吗？啊，听讲，听到了。听到啊，既有学的资具受用，受啊为什么？是为是受用，因为他们是世尊的儿子，所以是父亲所属的资具的受者，而用其资具。然而他们毕竟是受用世尊的资具，还是受用在家信众的资具呢？虽为信啊持之物，但有由世尊所听取，所以是世尊的所有物，故之为受用的受世尊的资具。这里可以把四经为列证啊，请继续啊，音质蛮好。OK， 肉尽者的受用为主受用，因为他们业已超越爱的努力
成为主而受用，在此等受用中，主受用以是受为，则是以于一切繁盛，借受用则不适合，到受用更不必说了。然而据借者的观察，受用应对治借受用不成为被借受用，属于是受用以具借者居借被借诸借学，不得名为有学者。在这些受用中，以主受用为最上，是故昔所余。与主受用的比丘，当依上述的观察方法而观察受用，以成就于知具依止戒。如是作者为作其所应作者，故如是说。甚会深闻以闻善是所说法，对于观时今世与床坐，去于真接离衣的沉沟的水，必须深深的观察而受用，是对于观时今世与坐床坐除去深接离衣的沉沟的水，比丘却悟染着此等法，犹如露珠不得于荷叶，由他资助而得不失的时候，对于应时软时及诸位经常观察而知量，犹如涂药治创伤，如度沙漠时刺肉，刺如助游与吃游网，但为维持与生命，如是取食莫染着，为成就资助。Sorry， 中学这个 part OK 了吗？中环 OK 了。阿荣 OK 了，好 OK。美玲 OK。嗯，好。
你学的好了吧？学好了，中环好了。来，我们开始。接下来呢，既有是受用啊，哈，这个是读是，既有学呢，就是指是就是呢，俱舍环道、斯陀环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然后呢，就是呢，俱陀含果、斯陀含果和阿那含果，所以是既有学。同学都已经可以automatic背得出来吗？还是需要再抄一抄既有学的名目？没问题的请举手，已经一下就背出来了的，一位、两位、三位，一令还熟，没办法背出来，对不对？不能，美丽也不能，对不对？啊，不能了，好 ，OK， 好来，好，可以的话，同学你们写写看谁快哈，都师傅的哈。诶，气有学是气个哈，但是你们看看这边六个哦，阿罗汉道啊，应该也是已经是无学了嘞。像欠了一个那个是什么来的？同学，前面知道吗？前面不知道哎。雪宝知道吗？雪宝。是双八倍，有学生啊，对呀、啊，没错、啊，所以跟他还差一个。啊，丽美，欢迎你加入啊！奇怪啊，这么气有学的嘞？有谁有找到吗？还没有有注脚吗？看看点啊，零四，没有哈。啊，没关系，同学，我们先放一边。
不过再去查证它了。嗯 ，OK， 好。好了，我们看一看呢，就是气有学的部分了啊。这边有提到它是气有学呢，它的东西会用释呢，是因为释迦牟尼他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女了哈，儿子了哈，随便到巴巴的东西他们可以用。在定义上呢，是这些是属于在家信众的词句，但是因为世尊的应许，同学留意。应许呢，就是允许的意思。这个应许呢，在我们戒律上都是这样子用的啊，应许这样子啊，要留同学可以特别留意啊，这两个字。第二个呢，就是接下来第四是漏尽者的受用为主受用，看到吗？哈，漏尽者的啊，只有漏尽是最后一个啊。然后呢，这边是为主受用，因为他的业已超越爱的奴役，所以称为主受用。那主受用与世受用这两者呢，是切于一切的凡圣呢、啊，他把凡夫也引入，这边是凡圣也把它包含在里边去了哈。啊，接受用跟抛受用肯定是不合适的。然后这边他有提到，他说啊，对戒者的观察受用啊，因为是为了对治接受用。所以称为非受用，助与是受用。他把具戒者的观察，只要戒律具备的人呢，哈，他有观察受用，都可以算是是受用了的了啊。因为呢，具戒者具备戒学，故名为有学者啊。这个他有把定义稍微拉低了，因为具备戒律的人呢，未必是属于就是正德虚脱，就是正德哈有学，包括有学果未必的。所以他这边的定义又把它拉浅下来，说他们是属于有学者这样的。啊，不过他说呢，受用里面呢，以主受用是最上的哈，主受用 level 最高，当然嘛，受尽者一定是 level 最高的。这个需求啊，与主受用的比丘呢，当以上述方法观察受用而成就，自己一些就可以这样成就了。那过后呢，在上面所讲的呢，有举例子，就是呢，对于团食啊、金饰跟床铺这些，都必须要观察，像入足不脱荷叶这样子，它就会染着哈。那对于饮食诸位也是一样，又常常要观察观察，就像不沙漠吃孩子的肉，你如果你观察，就肯定不会爱着。是为了维持生命这样子。回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哈，像这些啊，这东西要观察它，像孩子吃孩子的肉啊，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对衣服啊、爱着啊，应该好像露珠也在可以哈。你们认为居士啊，在什么状况底下这些理论会比较合适用？你们在什么状况比较适合讲这样子的话啊？这边有表态对不对？啊，试试看。我觉得是当他的那种支出已经超越他能够承担的吧。什么意思？就好像他是用刷卡先付，然后过后他才赚到钱才补上去的时候。啊，就是这些方法是完全对治到他，对不对？是不是？嗯。哦，还有就是我们看包装那些胖的非常胖过胖的人，就跟他说你吃东西应该像这在沙漠吃孩子的肉一样啊，他就对治得到，因为他 over 了，对不对？是不是？再来一遍，还有谁是的？同学帮忙想一下。美丽有想到吗？美丽啊，丽美啊，是双八臂的做法来自于经论了。
应该是论点的啊。他有个情况是不想到，如果是佛教徒本身呢啊，他就差不多病得很严重在床上，那个时候呢，他应该要好好的，不管念佛也好，或者是应该好好的禅修也好，来过他那短暂的时间啊，对他讲这个也适合了。那如果他贪事啊，就有这个 mindset， 他就会不那么爱做事了。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一着他爱着的话呢，他也比较没有那么什么了。所以一个是对治虚名讲比较这种贪爱的习气过分了的，第二就是他时间有限的，还有没有其他情况？当然，如果居士已经 qualify 啊，适合好出家路线，即使没有住到家。在道场里面禅修，应该也要这样想了的了。一拳，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啊？想得到的，一零有吗？有想到吗？一零没有啊，没有哈。不过 typically 这些这样子的想法，一个正常的居士都不大合适，对不对？Okay， 身旁的朋友特地选那种太过野味啊，或者是很残忍的事的方式，这样子就可能适合跟他们讲啊。啊，有道理的啊，就是说他吃的啊，除了前面讲那个是也吃的 over， 那你这个就是他吃的太过不自然了啊。对对对，他不养，不是圈养食物，他吃的很多野味啊。如果他想要戒掉啊，这也是一种。是的，好，就是说，哎，我这东西应该有意念这样，当然这个意念多了啊 ，over 的话也会可能跑去厌食症，就是对治疗就不要再用了了，啊，不带变很好啊，啊，这也是好的，哈哈哈，也蛮管用啊。这样子的话哦，你们学这样清净道论就要听明白一点哦，不然的话他东西那都出事法了啊，啊，接着下来我们就开始。师父，我想问什么是漏尽者？漏尽就是烦恼完全断到完，那就是指四果罗汉。这样谁漏的呢？他什么啊？如果漏尽者是指那些断了烦恼的四果罗汉，这样无漏者呢？不是一样吗？啊，无漏就是也是指他们了。无漏是完全没有烦恼嘛，漏尽是。净到完了已经啊，烦恼完全净到完了，四果罗汉呢？那五漏一般上我们也是指他们呢啊，没有烦恼了的人呢。明白。OK 好。啊，丽美有听到吗？丽美，接下来请你读未成就。啊，未成就之具，依止戒的，身护长老的。外生身护沙弥的故事亦当在这里叙述。他以正当的观察而受用是这样的：我时沙利人米州和尚对我说，沙弥不无自现沙弥的舌头，我闻和尚之语心寒栗，即与座上证得阿罗汉。我的思维圆满，犹如十五的夜月，诸漏已尽，自此更无后有了。似乎那些欲求苦的灭尽者，亦应如理观察，受用一切的资具。这是别解脱律一戒等四种，上面为杂论，是遍经界。OK， 好，来，请再继续读啊，你的音质还蛮不错哈，啊，请继续读法了哈。无法于五种分中，一自现边境，无限制边境，圆满边境，无执取边境。安息边境，第一须知畏惧逐戒等五种义，即如无碍解道中说，
什么地，什么是自限定边境界？为具足者受持有自限的学处，为自限边境，为自限边境界。二，什么是无自限边境界？以具足者受持无自限的学处，为无自限边境界。三，什么是圆满边境界？与善法相应的善良凡夫有学以前的三学缘聚者，不顾生命及舍命，舍生命而受持学处者，这受持学处为圆满边境界。四，什么是无执取边境界？七，有学的学处为无取，为无执取边境界。五，什么是安息边境界？如来的声闻弟子漏尽者，圆觉如来阿罗汉等正觉者的学处为安息边境界。嗯，好，来，可以请暂停哦，我们先消化一下。笑了吗？前面好了，好。OK， 好。那同学，上面其实这一段呢，应该是要把它读完了哈。那上面这边又举多一个例子呢，就是呢，一个就是它有个个案呢，哈，10713例哈。这边是提到呢，为了成就自具一界哦。师父长老的外甥不参与的故事，他有个故事在这边的了。那我们没关系，我们就没有去再勾住他。这边主要是讲呢，物无限制烧你的舌头哈，因为他在吃那个沙粒冷米，做一种上等的米了。那么呢，当他听到了他的那个话之后呢？他就真的阿罗汉果了，因为这边是讲成就自具一足，应该也是会证了就正果呢，意思就是他那个东西应该也是要足要有邪啊，不以邪求这样了。不过这里这五法呢，我相信啊，五法谈完之后应该有进一步在做说明的。第一个呢，就是始终未具足戒这一边。好，来，就有请就是以琳读一读哈，始终哈。始终为具足戒，应在数目上有限制，故为自限偏心戒。以具足者的戒，九千具之又一百八十具之。五百万六三千三万六千正觉者说此等的凡夫界，
与立藏中依然是以略文形式借学的，以词数目虽仍有自限，但以无限而受持，亦不为力养名利轻视肢体生命的条件所限制。所以说无限是片片界，犹如食芒果的七婆罗尊或者拨住者大提须长老的戒。那长老说，因爱之体舍以财，为护生命舍以居，依法而作思维者，当舍一切财利之。这位善人如是随念不舍，甚至有生命之危的时候亦不犯绝处。依这种无自限的片境界，他在依佛塞的背上便得阿罗汉果。所谓不是你的父母与亲友，因你具戒故他这样做，我身含诵而作如理的正光，便在他的背上证得阿罗汉。好，我们现在画画重点。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啊，未具足戒哈，通常具足呢，你可以用英文来理解 complete 啊，我们足戒是属于具足戒，比丘尼戒也是属于具足戒，因为它 complete 它完整。那么除了比丘尼之外的沙弥尼和居士呢，全部都是属于未具足戒了。所以他讲，因为在数目上有限制，所以是。是限片境界啊，有 limit， 所以呢它是自限的。至于我们呢的定义是如何呢啊，他这边有讲，对于这个具足者的戒来讲是怎么样呢？他说虽然呢我们是有个 number 了哈，那么你们应该常听说过，我们男众是250条，女众是300多条哈，我们的就是北传的法藏部啊，还有就是跟同蝶部啊几乎蛮靠近，现在数目之上。不他说呢，应该以无限的受持是什么呢？为利养名誉金属自己生命的条件限制啊，所以呢他不被任何东西限制，所以也叫做无自限片境界啊。他举个例子，就是指这个长老了，这个长老呢为了要供持这个戒律的话呢，他可以生命之危也不犯戒的，所以就称他为无限制的片境界。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同学就要你们就是做互相总结了。同学记得，当你们在做互相总结的时候呢，当你不清楚的部分就是问问题的部分，尤其是你们双方两者我没有办法去说明啊，这时候就是问问题的时候，不确定的时候也是问问题的时候啊。好，那就命请你对丽美总结了，因为丽美比较迟进来，那你就当从头给她讲一遍这样子了哈。依令呢就跟 Emily 总结了哈，那荣华呢就跟雪宝总结了哈，你们可以开始进行了啊。好，那静红你就自己温习就好了啊。静红，如果你不介意啊，好了，介入不好就算了。不然的话，你可以靠师傅，你对师傅总结，要不要啊？静红，师傅要怎样跟李林总结？怎么样啊？你读过的东西从头讲一遍给他知道了。是在 WhatsApp 呢？怎样的？啊 ，WhatsApp 用 WhatsApp， 你用 WhatsApp。我现在用我的电话来上课哦。
哦，你用这电话来上课啊，哦，你就退出来了，啊，你就直接退出来没关系啊。那如果静红你不要对师父总结的话呢，你就暂时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回向啦，好。